相信讲，这新年来到真济人哦，拢要来摒扫这厝内。不过一寡这独居老大人，因为讲这身体是较无方便，所以要摒扫也无方便。这报道电工所的替代业员哦，就因为这要来帮这店内独居老大人来进行摒扫工作，这老大人是真欢喜。报道电工所的替代业员，现在到一户独居老大人的厝头前来进行摒扫的工课。原来新年代到，真侪民众拢在摒扫厝内边，但是独居老人如果身体不方便，所以摒扫是真困难。公司为着要关怀这些老大人，就特别安排这活动。对，然后靠这边都是就是今天想说来帮他打扫。对，因为就是其实邻居也很担心说，因为他们煮三餐煮都是用柴火，他很担心说会发生火灾，所以今天就是想说顺便把全部的杂草都清理干净。哦，他不会发生危险的。对，比较让他比较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。看到这么多人来摒扫，这独居老人是非常欢喜。伊表示，如果家己的年岁较大，所以厝内厝外都无法度来摒扫，所以环境是比较较不好。现在工作是真大心，派了这么多人员来为您服务。赚钱也无赚钱，赚钱啊啦吼！啊，我大家来你关心真欢喜吼。哦，我真欢喜哦。哦。哦，我真欢喜恁这大家来啊！你。安尼吼，不劳累，啊，搁会使来照片扫安尼吼。照片扫我真好啊。哦，是是。报道电工所表示，新年代到，独居老人的生活是更加需要各界的关怀。公司的替代游艇员，大家也都很有爱心，做回来到三天，希望在新的一年，这些民众的生活环境也能够更好。就是新闻蔡港平报道报道。